那个，等一下让阿牛给大家跳舞啊。看阿牛姑娘跳舞，好的，可以的，叔叔阿姨们，我二姐跳舞真的，感觉真的她是那种，就是仙气飘飘，就很可爱的那种。再问你也别说了，我自己。小苗哥几岁了？你们可以猜一下。老喽。云南是个好地方，是的。跳舞怎么还急啊？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们。你们想看阿牛跳什么舞吗？对，你不是新学的吗？对，你们想看阿牛跳什么舞？打在公屏上面。包子粉自助下单啊！包子粉，明天必涨价。我跟大家说要涨到108。涨到108，当然了，也有可能会涨到118。希望哥姐叔叔阿姨们能够理解，好吧？好吧，能理解的咱们打上两个字理解。必涨价，包子粉也是确定涨价的哈。对，感觉我跟他就是站在一块儿，感觉好矮。谁啊？我。这他瞎说什么大实话？我们的包子粉不需要多说呀，对，不需要多说，他们就直接去拍，直接闭上眼睛冲，并且买2斤的，买1斤的，知道吧？包里是纯的，包里没有任何的科技鱼，很活的。是的。妞妞，开始喽，开始你的表演了，可以，好不好？咱们让妞妞给大家跳舞喽，跳舞，跳舞。跳舞，温水啊，不能用开水啊，哥姐说了，你们不能用开水，不能用开水啊。来，妞妞，就这个衣服比较适合青花瓷啊，就跳青花瓷了。我来放音乐。青花瓷。要不我来唱？真的？行，那。素配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还有一句唱不好，阿咪没法跳。准备开始了啊！包子粉还有最后两单，谁拍到就是谁的了啊！阿咪把那个凳子拿给我，凳子拿给我。谢谢。然后让妞妞给大家跳个青花瓷啊，哥姐、叔叔、阿姨们。跳过之后，阿米，跳过之后，咱俩再抱一下吧。抱我一下，这不好吗？那有什么不好的？早晚不都得抱的吗？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那就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等一下，你别着急，我来。你这放啥？你这搞得不对，帮我的 iPad 拿过来。你不是说要唱的吗？不对，拿过来，帮 iPad 给我。平板吗？掉了？咋了？为什么会掉呢？稍微等一下啊，哥姐、叔叔、阿姨们。青花瓷。素配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开始啦。漂亮的，打上两个字，漂亮。Thank you.
阿牛都说你是专业的。骗你小狗，哥结束咱们，你们觉得阿牛跳的专不专业？觉得专业的，咱们打上两个字专业。你不打是专业的，不会吧？我都真的真的真的，你看你看你看。谢谢谢谢。包子粉就剩最后一单了啊！包子粉就剩最后一单了。喜欢看我跳舞，谢谢。你看你看，公屏上面是不是都说你跳的专业？你看。哇，我的天哪，我都是没有人教我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真的就真的你真的。先把衣服，所以肯定没事不冷，这件衣服挺厚的，漂亮，专业啊，都真的有点专业。谢谢，说实话跳得美。这因为我二姐她是那种四肢协调就比较温柔，本身、就像你一样嘛。谢谢。不是，她生来就是那种专业，适合跳舞蹈的那种。好像好像现在咱俩抱一下了吧？你也是俺找的吗？是是。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喜欢。我抱你还差不多。我是怎么说呢？没有那种专门有人教我的，对他只是我自己自学的。他都是自学的，所以舞姿不是跳得很漂亮，非常漂亮。对，那个包子粉就剩最后一单了，谁拍到就谁的了哈，这个就直接下架了，抢不到的，下次直接涨价哈。是的，他是有那种就是先天性的那种舞蹈天赋，知道吗？就像我一样，我也有先天性的，我也有先天性长得丑。谢谢谢谢你们的喜欢，但是我的话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人教我，所以我他都是就是看着那个歌，然后就他自己编的动作啊什么的，真的太厉害了，叔叔阿姨们自己编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哪个舞姿好看，我自己就编成跟他们。太厉害了，真的真的有这方面的天赋吧？啊，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啊，哥姐叔叔阿姨们。对，确实真的真的是这样的。谢谢。是的，你长得是确实有点鬼点美，他长得是不是？应该是我长得特别，别照我。他长得是现代美，有点现代美，有点漂亮，有点漂亮。我穿着这套衣服，所以应该是。谢谢你们的喜欢。去报个舞蹈班，关键现在没那个实力啊，主要是。所以没事，我自己学。自己先学嘛，以后，慢慢的看能不能越来越好吧，看能不能。阿牛衣服就穿上。没事，我们都会。没事，这套衣服不冷。还有带着这个也。围巾给围起来吧，别冻生病。一单都没了，哥姐叔叔阿姨们，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咱们，后天的直播。对。上次买的阿胶很好。谢谢。阿米啊。嗯。你今天有没有收到阿胶？对，我们今天不是收到了那户人家的那个阿胶吗？收到了，我们今天。对，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吧。那是特别少。对，这个品质，我的天哪！我啊。我有个提议。你说。今天阿胶不是你跟阿米一块去收的吗？对。我想把卖阿胶赚的钱，给你，让你再去买一套这个衣服，接下来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跳舞，行不行？就是这我的一个提议，行不行？哥姐、叔叔阿姨们，但是这里可以的话，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可以，就是今天我们不确定能卖多少，我那一单就是，我打算今天。看还是得看阿米嘛，他是看我们能赚多少嘛。哎呀，但是没事，小明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你就对又买了，反正你看你们每次卖。哥姐叔叔阿姨们，你看公屏上买全部都说可以。也不是很高，只但是一点点。买套衣服呢，我再给你提一个另外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学一个全新的舞蹈。对，可以的。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舞蹈。可不可以？对。可不可以？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们，下次要给我们跳一个全新的舞蹈，然后全新的衣服配全新的舞蹈，并且他身上穿的全新的衣服是你们买了东西我们赚的钱阿牛才能买的，所以说你们当看到阿牛穿的衣服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你们心里应该是特别的温暖，是有你们的一份力，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啊。对，确实，对吧，哥姐叔叔，你们觉得有没有，是不是很有意义，觉得有意义的咱大家打个打上三个字，有意义，
真的，这就很有很大家就很有参与感了嘛，对不对？确实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了。虽然你听我说，没事，你要去小苗哥说。你按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都是为什么我们你也在这说实话，我自己也知道，确实也挺吃的也不好啊，喝的也不好，确实挺让你们委屈的。但是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阿米欠了30万的彩礼钱，40万分，就是后来还剩30万嘛。对，我们要努力的还彩礼钱，所以说就没办法嘛。现在，因为人家在催着，现在欠的钱是还是在欠钱，但是欠的这钱是我朋友欠我朋友的钱，我朋友不会催我们，是吧？所以说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所以说买套古装衣服。好不好？没毛病，不说了。有意义，对我也觉得挺有意义的。阿米，你不是今天收的阿胶吗？对，我拿出来，对不对？拿出来给直播间。妞妞，你去拿个手套，我们看一下品质。我跟你们讲，叔叔阿姨们，我的天，我今天收到这个阿胶，真的实在是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当时去收这个阿胶的时候，他们就是正在洗那个女皮，然后也有些也在熬那个女皮。阿胶嘛，然后就是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真的，这个。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品卖完，我来跟阿米来个拥抱。啊。这个卖完，这个我觉得还有点重要嘛，对不对？